主耶稣爱我，圣经告诉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圣经上告诉我。感谢天父，你爱我们，你看重我们，你陪伴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欢迎你，我们需要你。求你安慰我们的心，求你感动我们的心，释放我们的灵，陪伴我们。耶稣真美好啊，耶稣真美好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感谢天父，求你祝福。我现在是释放好像带领人信主啊，请你祝福这个朋友，将他心里的重担除掉，安慰他的心，加力量给他，与他同在，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神，真的有真神陪伴我们的。我们需要你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请你大大的祝福他，赦免他所有的罪，拯救他的灵魂，将永生赐给他。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继续闭上眼睛啊，请你继续。请问你在祷告时有没有什么经历或者是感受啊？感觉舒服好多，舒服好多。你说舒服好多，是不是之前你有些不舒服呢？对，我以前经常头晕的，头晕，最近都是头晕。头晕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？现在好一些。好一些啊，感谢天父。你再放松一点，就也是，医治他的头晕，释放他的灵。更放松自己。主耶稣爱我，圣经上告诉我，他同在，释放他的释放他的灵，与他同在，医治他的身体，医治他的身体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啊，更放松自己。要放九天四柱上。我们现在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好多了，现在你看到耶稣这么真实，你知道圣经说手按病人，病人就会好了。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耶稣为我们死，而且受鞭伤为我们医治我们。我们按手的时候，有人就可以得到医治。神这么真实祝福你，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吗？是的。啊，你想非常好啊，我就想我不要头晕啊，你不要头晕了啊，我就告诉你，首先呢，我们就是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是神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我们所有的罪，因为我们人有罪与神隔绝，但我们啊，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，就除去我们的罪的惩罚，你求耶稣赦免你，他就赦免你的。你愿意跟我祷告求神赦免你吗？拯救你，以后祝福你，好不好啊？请你闭上眼睛啊，跟我祷告啊，你们都一起说啊。我也跟你说。你跟我说啊，你真心的跟我说啊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因为耶稣爱我。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经历神的祝福，医治我的头晕。我感谢耶稣，我知道你是真神，我承认我是罪人，求神赦免我。我有曾经发怒，说谎，说不好的话，有不好的意念，求耶稣赦免我，求耶稣拯救我的灵魂，求耶稣进入我的心里面，做我的救主。感谢天父，我真心悔改信主，你就赦免我的罪，就这样永生赐给我。感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你刚才有没有真心的求耶稣赦免你啊？有啊，那耶稣就已经赦免你，拯救你的灵魂，已经有永生了。恭喜你，神已经拯救你。我现在教导你一个短的祷告，好不好？这个你回家可以继续多用的啊。你闭上眼睛跟我说啊，很简单的，求耶稣赦免我的罪，求耶稣将永生赐给我。感谢天父，感谢耶稣，我爱天父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这个祷告很简单，主耶稣赦免，主耶稣将永生赐给我，然后我爱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这样祷告，神就很喜悦了，你就知道神很真实。哈利路亚，神就会祝福你的，邀请你来到教会继续认识神，好不好啊？哈利路亚。我现在去示范这个方法。我想问一问大家，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受平安轻松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的话，你就知道神很真实。现在我会很短的时间为你们祷告，然后我们就分开的，好像昨天这样啊。然后有这个训练，怎样为人祷告，带领人信主的。你的祷告小怎么样呢？你想经历圣灵更多，很重要。学习整个心灵去敬拜神。我们有灵魂，魂包括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就是整个思想说神是最美好的，神是真实，我完全要跟从神。这个思想完全认同圣经，意志，我决定跟从神，我整个生命跟从神，然后感觉我想到耶稣就喜欢耶稣，我想到耶稣就很喜欢他，好像我们喜欢吃食物，吃冰淇淋啊，很开心。我想到耶稣也很开心，这样的话你就更容易进入圣灵。然后这个灵的灵，我们的灵是比较抽象的，圣经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灵，就是凡在我里面，整个灵魂啊，哦，整个灵魂飞到神那里，这样的话可能比较难的，但首先去喜欢神，慢慢一步一步你就经历更多。你可以多出来哈，我为你们祷告。